原标题林忆莲全新专辑零限量特制黑胶，1月3日开始订购，进入2019年。回顾去年发行专辑战况，激烈游戏年底更是强片激发耳朵快乐的忙碌着，而天后林忆莲让我们的满足延续到了今年。透过官方公布，带来将推出回归最高听觉体验零的限量特制黑胶献礼。这次专辑强调饱和的生命感与完整性，特别邀请设计师严博俊，外盒以细致精装硬盒搭配烫金工艺，适合保存珍藏纸套，以雷射镂空表现星云的意象，让黑胶盘覆包覆在星空中。而特制的歌词本以进口灰阶键层色纸印制，外太空到地表的渐进过程，带领你品味林忆莲独到的宇宙观，由时间重置归零为主要概念出发，设计发行限量特制精装黑胶，德国黑胶大厂 Optimum Media 原厂压片，共爱乐人定制实体珍藏，1月3日开始预购。专辑第二首推荐曲纤维预告影片于1月3日播出，1月7日中午首播 MV。歌如其名，温柔轻质，却携带着极为厚重浓郁的生命情感。由许久没有合作的作词人小韩担纲作词人与人的关系与情绪纤细如一料纤维。Andy 林忆莲唱出了生命焦急的揪心与酸楚，细腻略带气音的口气，把遗憾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作词人小韩表示 ，Andy 是一个非凡的歌手，所以人间更需要他。他歌声里的脆弱、细腻的，足以钻入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细缝里，将对方彻底瓦解泪崩。他口吻里的倔强，则能让一颗被撕碎一地的心重建重生。他将歌词唱成了电影，将旋律唱成了哲理，能与他多次合作，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享受。专辑里还有近期密切合作的常石磊参与制作，在旁观察林忆莲也有一段时间的他，对于 Sandy 的变化倒是说得释然。他觉得 Sandy 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直在变化，还提到这似乎也由不得他，毕竟南极和北极都变了。一向对身边一体充满感受，这张专辑却做得很从容。熟悉的合作伙伴说，做着做着就开始没有时间概念了，而这张专辑也就记录了他们从容捕捉的当下那段时间的感受。从上一张盖亚专辑，林忆莲开始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过了六年，这位天后再次主导完成一张实验性极高又充满艺术价值的巅峰之作。